思密达同志在晒太阳，今天太阳还不错，晒得蛮舒服的。晒太阳，在吃橘子。啊，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一下里边儿这个一般的印度教人家怎么敬神哈，大家看一看啊，思密达帮我们介绍一下。像一般的里边的这个家庭都有这个，对，这个池子啊，这是供奉的蛇神，大家看看，这是眼睛蛇啊，供奉的蛇神，再就是铜器啊，铜盘子装碗的，那个装水的是什么的？对。装牛奶的，那个黄牛奶哈。需要那个黄牛奶，水牛奶是不行的，水牛是邪恶的，黄牛是神圣的，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蛇，看到没有？在上面撒了一个花什么的，撒颜料，它也是蛇，后面头像也是蛇，这是黄牛奶，下面的，蛇神，我是听什么的说，蛇神在。印度教里面是象征那个家庭生活比较，好，招财的吧，还有那个人丁兴旺的意思，这是蛇神，这是供奉的蛇神，是吧对，，baby，再去看看那个，叫 baby，这里有一个。这边，这个有点像那个中国的神龛啊。中国也有。中国不是这样子，中国是在房子里面的，哦，房子里面的。在房子里面用那个木桌子供奉祖宗，你不是也有房子里面，我的阿姨的家也有。我知道，我之前看到过的，像这个就是，这个是供奉什么神的，baby？这是说杜拉西都，Vishnu，Bishlo 叫 Bishlo 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一个是湿婆 Shiva，一个 Bishlo，还有一个天什么？不的，不是不的，不是布达是佛教的，佛教的还有一个之后我再查一下啊，三大主神，一个叫 Bishlo，一个叫，Ganesh。Ganas 跟 Shiva 西伯啊的三个人，儿子，Shiva 的儿子，OK，这个是供奉 Bishlo 的，这个也是他们每天早晚，特别是早上，每天都要供奉这个，他们供奉那个神的都是用那个铜器啊，这是红铜，这个是紫铜，装水是紫铜，那是红铜。这个下面是，广东阿姨，她广东，叔叔，每天早上和晚上做这个，对对对，是有时候阿姨做，有时候房东的老公做，对，baby，你给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这是，这两棵树是什么？这是尼泊尔的神，两个，大家，里边的也，这两棵树是里边，也是里边的神神啊，大家都对，知道里边的神很多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两棵树是不同的，大家可以看看这是老公，这是老婆，啊，这是老婆树，它跟叶子不一样，有点对，尖尖的，这个叶子是软软的，如果这个大了，如果大了，那个房东，给结婚。让他们结婚让他结婚，他再长大了，他就会把这个移栽到地方，那个种到土里面去。现在是盆栽嘛，他就会种到那个地里面去，让它长大，挨着。尼泊尔说这样，如果这个和这个两个树，说什么？两个树种一起，种一起，死以后，我们死，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我们就好好说什么？更好，就上天堂的意思，
嗯，就像佛教上天堂的意思。对呀。就日语比较好。嗯。哦，我懂了。我们试一试，试以后我们来嗯这里走。啊，就是在个树下面坐。嗯。哦。这是意思。啊。尼泊尔的。有点像那个如来悟道一样。在树下面悟道菩提。嗯。啊、嗯。这是也靠这。啊、也是里边印度教文化。对、啊。嗯。很多很多有。其实印度教跟文化跟佛教文化很多都是相似的。嗯。因为印度教是佛教衍生出来的。嗯。对对对。嗯。基本上在印度的话，在尼泊尔的话，印度教跟佛教相处的很融洽。嗯。我一起我的家里、嗯、什么时候我笑的、嗯、我也每个星期每个星期每个星期Tuesday 是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我也早上洗澡啊那个做那个蛇神啊、这个、供奉蛇神出于这个地方、啊我们的grandpa grandma 爷爷奶奶一起做这个嗯我出于这个店里做这个啊洒水可以水啊这样可以做这个啊蛮好的蛮好的 baby、啊、我是记得那个有一个女神呐 印度教有个女神佛教也是同一个女神，就是印度教跟佛教的女神就是同一个人，就是女神，就是 God 就是 a little child、啊、a little God 对对佛教也们他们也供奉他，印度教他们也供奉他，嗯哎，这也是一个很对对、嗯、神奇的地方。你不是小的小孩子，五个月less。嗯，我知道这个东西说起来比较长，我知道的、啊。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在直播里面听我讲关于印度教跟佛教的那种神，啊，我之前也讲过几次，可能有的人还没听到，啊，可以上我的直播间听。啊，这也是印度教跟佛教同一个小女神，也是说明印度教跟佛教很多东西是相似的。嗯，嘿嘿，这其实印度教跟佛教都还蛮世俗吧，嗯，OK OK， 嗯，谢谢思密达，啊，谢谢，哈哈，谢谢，谢谢舒涵，嗯，再见，拜拜，再见，嗯。